承让承让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这种车技根本不是一般车手能相比的。你这车技我好像在哪里见过。在哪里？我想起来了，跟西泽车神一样的车技。你是西泽？没有想被你们认出来了，不错呀，不过记得保守秘密哦。原来如此，看我输得不冤啊，没想到这里遇上四神之一的西泽。虽然你是车神，但是我是不会放弃我的车队的。算了，交易不成的一战，我看你们还是很有潜力，期待你们变得更强，与我一战。放心，那天很快就到。哟，看起来你们很有信心呀，我叫一个朋友过来吧。刚好我可以试试我的新车。